你们不要随手去摘东西，因为有些东西是植物有毒的。那老师带下去，老师会让你们尝试一下东西。老师有吃过，老师会先吃，可以吃的老师会先吃，让你们尝试。那老师没有动手的，老师没有那个，你们千万不要伸出手来，好不好？好，都到了哈，来，那同学请跟我来。有去过市场对不对？对，市场这个东西最多，这个叫做潮海桐。那如果你问市场那边当地的人，或者是你问海边的任何一个人，你问他这个是什么，他会跟你讲这有这有做挂边灰。台湾话都听得懂吧？因为有些东西我必须用台湾话啊，因为当地的话我用台湾话跟你们讲啊。这个呢，它的学名叫潮海桐，但是土名呢，就是一般的别名，就叫做挂边灰。那为什么挂边灰？你看我们一般的花瓣都是圆，因为海边呢，海水很多，淡水很少，所以能够在海边存活的植物呢，第一个它一定要有什么耐旱、抗旱，而且减少是蒸发水分哈。好，那你看这个叶子上面有油油亮亮的，其实上面是一层蜡纸。那这个蜡纸呢，它可以防止它的水分的散发哈。好，同学，那你们可以再仔细过来看一下哈。那这个潮海桐比较神奇的是它的种子啊，它的水果哈，来你看它的水果呢，成熟了会像这样子很白的颜色。那越白的话呢，其实它是海边的孩子的最佳零食。为什么？它如果整个都变成白色的，吃起来会有点像我们吃不是很甜的莲雾的那种感觉啊。那这边呢是介绍给同学认识，还好这边呢现在也还没有说非常白的仙人掌，肥肥厚厚的，对不对？来一个哈，个子矮的朋友，我拿那么高你们会看不到哈。来，有点像仙人掌，肥肥厚厚的，就是滨海植物的特性呢，它可以防止水分散发。好，这个植物老师刚刚有讲，老师先，同学你们等一下就这样子掰一点点，放到嘴巴尝看看，告诉我什么味道好吗？来，请后面往后面传，往后面传哈，摘一点点，不是，之前有同学我一讲他用整个，哈，不是整个，肯定只要摘一点点，放到嘴巴嚼一嚼，什么味道？对，这边有妈妈是不是？嗯，咸咸来。这边我让我们尝看看嘛，来这边，好，那边国中的同学尝看看，一点点，甘甜，没关系，你吞下去都可以。哇，挑食，木星挑食，只能挑食，这么熟，黄溜溜这么熟，我等一下我试试。哎，你们说话，我要说话不用先讲啊。十年花的味道，十年花的味道，什么？哎，石莲花有点咸咸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同学也在尝白糖。好，各位同学，你们大约都尝一下了，对不对？其实这个植物呢，叫做马齿苋，也叫做冰水菜。但是这个植物呢，如果我讲它的俗名，像刚刚在讲还挂边灰，那我讲它俗名，你们都哇什么？接着做低波颠，就是王宝钏苦守寒窑的时候吃的野菜啊、哦。所以这个呢，野菜很贵哎，你到南投山上去，这个野菜呢一盘要250块，好贵啊。好，这个也是滨海植物的特性，它叶子肥肥厚，为什么会有咸咸的？啊，我刚刚讲，你看那边是不是那个是海水哦？进来的是海水，因为它的土质本身就有盐分。好，嗯、没有选位置，不要选位置哈，坐紧一点来，你们几位国中同学来？
另外一条队友特殊的位置，那两过来，你们几个高高年级同学，你们可以那边比较凉。哎，对啊，就搬的哦，莫搬的哦，手搬着，因为等一下我会有奖征答，好不好？我们几位国中生最乖哈。对，大伙要不然我等一下给他们看，即便我没有办法转圈圈，好不好？那边有几位同学坐地板，这边还有位置，为什么没人坐？来，老师、家长，这边都还有空位，为什么没有人坐？稍微挤一下，对，可以。好，来，各位同学。